了，干嘛？Hello，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挑战，又是一个让我非常非常非常兴奋的挑战，让我一点都不兴奋。浩珠今天必须对我说的任何事情都要回答 yes， 你可以说中文，就说好就行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啊，今天我就是一天的少爷，然后你就是我一天的男仆。啊，男仆还男仆，谁是你男仆啊？是你是不是？是，这不就对了？今天是我凶多吉少的一天，你们一定要保佑我。猪，我口渴了。你口渴了，去喝你的水来跟我说干啥？我想喝冰水，去楼下小卖部给我买一下吧，好吗？啊，包子让我给他摸。他没有说话。他说了。好不好？我能感受。好不好？记住挑战的规则，好吗？好，那去吧，去。慢点啊！买回来了，干嘛？咋的？喂我呀！太过分了！喂我好吗？好不好？好的。啊 ，sorry， 你怎么不好好喝吗？可以，你嘴巴太小了。Nice， 干得好！这不能怪我，你让我喂你了吗？结果你嘴巴张那么小喝，然后我又不知道这个。去拿一件衣服来。拿一件衣服好吗？然后给我换上好吗？好吗？我真的是自找苦吃，还要我为你更衣是吗？肯定啊，今天你是我的男仆，可爱的男仆。我有点有点得了吧，你开什么你开什么胸？声音怎么在那么大？哎手、啊，你还一下我什么都我在弄我啊！哎，真的好欠呐、啊哎，你真的是。我抬手可以啊。你又不是瘫痪你。我少爷的生活不就是瘫痪的生活吗？谁说的呀？啊，没过过，只能这样理解。电视剧看多了吧你？你这个衣服也太可爱了吧，还是小熊。那就别穿了，你穿的是的。哎，啊，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。来坐，坐坐坐。咋了？还有什么安排吗？坐呀，坐下。等会儿我看看啊。哎，把指甲刀拿过来，指甲刀拿过来。我脚指甲有点长了，有点过分了。哎，快去拿过来好吗？把指甲刀拿过来好吗？你自己剪。把指甲刀拿过来好吗？你帮我剪好吗？好吗？快一点！那么每回挑战要挑战就好好做挑战，怎么回事嘛？我剪一下脚趾甲。你剪啥你？你怎么那么短？剪！快！你洗了脚吗？洗了的。你伸这么高，你是直接伸到我嘴里去吗？你是要？轻点啊！剪好一点，剪好一点。啊，太爽了！这个挑战，我说错了，上回的冰淇淋挑战不是最棒的挑战。这才是最棒的挑战。哎，好猪好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今天早上不是洗了个澡吗？然后帮我洗一下啊，去帮我搓一下，就是用那个抑菌皂洗干净点啊。来，哈哈哈，太过分了，好吗？帮我洗一下好吗？哎，你要想想我，我可是都帮你洗过的啊！什么时候洗的？那是几年前了，那是。今天做挑战嘛，该洗就洗了，都说了啊，都说了，哎，快点，来，快去。
哎，真乖，真乖，真棒。别跟我说话。这种感觉就是，今天我就是家里面的王 ，I'm the king of the family， yeah。感觉怎么样啊，小猪猪？嗯、这不是洗内裤？哎，不是，这不是洗内裤？哎，这不是擦脚毛巾吗？好作。今天我们吃什么？炒莴笋，还有那个炒莴笋。莴笋和那个木耳炒肉，还有这个炒莴笋，自己听着自己都笑了。一顿饭全是莴笋，太多了嘛，那不吃就坏了。我看这莴笋也都快坏了。但是我想吃鸡蛋，这么多菜了，你还不够吃吗？要吃鸡蛋，蛋白质不够。那你自己去弄啊。哦，你应该说，帮我做鸡蛋，应该不能说不是吧？本来就不能啊。今天要加一道炒蛋，好吗？好吗？好，撑死你！给大家看一下 keyboard 做的菜。哦，三道菜啊，九哥你必须要加的蛋，这就是非常中式的菜，家常菜俗称。那喂我吃吧。好的，大爷，要吃啥？你先来个木耳，轻点，不要弄到衣服上了，慢点啊！因为这是我的衣服，我才不会弄到我衣服上的。啊！阿兔现在做菜越来越好吃了，真的。我要吃肉，这么肥，换个那个瘦点的啊！啊，太爽了！这种生活真的是，我希望每天我们都进行这样的挑战，好吗？不可能，想都别想了。你不能光喂我吃菜啊，还有饭呢，饭呢。你知道你这样真的很欠，你知道吗？饭饭饭。菜和饭混着吃，不然怎么吃嘛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你看大爆炸吗？你们这不饿吗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在这藏的奥利奥？谁藏的？我就只是放在那儿。你还放在这儿，就是为了不让我发现是吧？我什么？我没有。给我一个。刚刚好剩两块。好吧。嗯。啊！怎么都化了？哎，干嘛干嘛？给我吃好吗？你不吃了一块吗？我知道，但是这一票要给我吃好吗？今天我说了算啊。干嘛？不就一个奥利奥吗？真的是，怎么了嘛？嗯，谁了？